这条心的核心是用钱羞辱他，不能让他再来了，一定让他绝对感到生命了，对吧？所以从眼睛开始就杀死他，一开始就是你拿着那个刀，光着这个肢体，你看反应是完全被动，拿在手里了，完之后就看着他，就是这种看，直直的看，完了再起身说：“我对你没动感情，羞辱就羞辱。”这个药你看，我可以答应你的好。就是这个，这你特别干净的公司，突然变成一个眼睛蛮是空的人，我可以答应。把你哥的人头给我送来，把你哥的人头给我送来。对，还有一句话，你若想跟我亲近 ，Oh no， 非常不可。上前，你若想跟我亲近，这个我若想跟你亲近，这是身体上的逼近。完了之后吊着起来，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要不下回好，哎，你看你这个弄完之后，你把这个背过去，这是人家对你的这个好背过去，声音起来，你若是敢提刀，怎样？下不了刀，可以，若是下不了刀，你若是下不了刀，我这就不要，我这里我不要，下在你哥的茶水里，我这里这是给众人听的，所有耳目，男性的和美性的都要听见你这句话，为了保他，你知道吗？我这就不要。你若是下不了刀，可以下在你哥的茶水里喝下去。给他喝下去是最后一句词，给他喝下去，给他喝下去。Ready go！ 可以打人。你若是能大义灭亲，我某某还能像以前一样。你若是想和我亲近，这都不懂，只有这句话才懂。你若是想和我亲近，也未尝。只有这句话懂。你若是能大义灭亲，我严某好像还能像以前一样的。你若是想和我亲近，你要是下不了刀，我就是你下在你哥的茶水里面，给他喝下去。好，别忘了，就是那个我这个毒药一定要值钱，就是说那句话起着说啊，你可以什么什么什么，那你把你哥的人头弄来，就对不对？你把你哥的人头弄来。